真的很庆幸有这个缘分认识我们硕宇老师，还有各位伙伴。那我一直相信只看书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，所以当原子梦推出这个课程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的赶快就最近的这个时段我就选择下来。我始终相信一句话：想都是问题，做就是答案。想都是问题，做就是答案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了。你看，我们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，我们来的时候你疑惑到底这个课要教些什么，书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不就是那些东西而已吗？那事实上，我非常佩服我们吴硕元老师。生命中每一个转折处都一定会有贵人出现。我的直觉，我的生命中已经很多名师，但是唯独一个就是缺乏一个实际教我们怎么样去做的一个老师。所以这2天的课程，我一定真的很开心。我透过这样子，我来认识了老师，而且呢，我觉得他这个每一个做的过程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？我觉得各位都很投入，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我也很投入，对不对？一般我们在带团队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表现几乎都是给团队伙伴。可是今天我来这个地方2天，我把我自己真的叫归零的心态。我希望把我看到的东西呢，透过怎么样？透过在我脑海中已经有画面，我愿意实际去做。所以我想未来我一定会跟老师合作，就是希望把老师这么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要复制嘛，100%的复制，各位是不是最快？今天在课程里面我有学到一个嘛。凡事呢，不是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嘛，对不对？有些事情是不是可以透过专家？所以我想，这是我2天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收获。那我也期待我们这一期的这个与这个原子梦的同学，对不对？未来不管是透过 LINE 的群组，或是 Facebook 的一个群组，我想呢，我们都可以怎么样互相鼓励？那同时呢，也把我们学到的真的回去来达成我们每一个目标、每一个梦想。那我想呢，这个就是对我们老师最大的回馈、最好的回馈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最后呢，我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伙伴，都透过这2天的课程，透过这本重复的力量的书，让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能够圆梦，都能够心想事成。谢谢。